的双眼闭着向我道别，剧烈的恐惧正与我面对面，好希望你能坐在我的床边，为我关上狂浪的背。你说过的话安静在心里面，哭喊你的名，你是否听得见？如果能许愿想再见你一面，只是太远太难实现。在不在？Thank you.